今日邀请泛民局长初选特首，希望你投票。我系2号冯检基，多谢。通知香港，谋求理想生活。各位市民，我系冯检基。今日系泛民局长初选投票日，冯检基恳请各位踊跃到地铁站外或者其他投票站，选出一位泛民嘅候选人，代表大家参与特首嘅选举。我系泛民主派今次特首嘅参选，系为咗香港要公道。我呼籲大家睇到，而家制度好多唔公道嘅地方，貧富懸殊、租金飆升，青年人睇唔到希望，好多努力工作嘅人都唔能夠改善生活，但喺個家庭度咩？我哋唔要霸權，我哋唔要絕望，我哋要嘅係普選，我哋要公道。今日請你帶同身份證去到全港70多个嘅票站投票，支持我二号。你揸件西装啊嘛，冇啊。